根据它的位置以及它与这个 东城墙、西城墙的这个平面上的关系位置来看的话，就是它，我们推测它有可能是北城墙，那么至少是北城墙的一部分。可以吗？现在看它的芯儿吧，要。 位置，其他与这个东城墙、西城墙的这个平面上的，这边还是稍微拍稳一点啊，宝姐。哦，好，没事，今天没贴在这。